生吼，最近都无什么感冒，无爽快。啊，你平常时吼，食物件。为七月二号到七月八号是咱针对啊，咱八十四岁到七十五岁长辈来做这个啊莫德纳的这个注射哈。那希望咱的长辈啊，依照咱所规划所在地点哈，甲咱的这个时间点啊，咱做伙来这个注疫苗，顾咱的身体健康哦。咱这段期间来嘛，吼，大家足无方便，真歹势。但是呢，当大家疫苗注了无到一个阶段，是无法度啊，大家拍拍照的哈。所以咱今嘛真鼓励大家做伙来注。那管政府会依照咱的这个年龄层一层一层一层哈啊来注啊，大家唔免这个啊。抢啦吼，因为这个政府的疫苗确实是有限，啊，咱会依照咱的这个风险性较高的长辈，先行给他这个打疫苗来照顾，啊，这个依照我们的年龄啊，逐步来这个实现我们全体免疫的一个这个啊状况。底下再处感谢那所有这个防疫第一线工作人员哦，特别是在医生、护士这段期间来真辛苦，啊，看到讲大家井然有序在注疫苗，啊，希望讲大家共同啊来维护咱家己的这个健康。那第二批疫苗伫七月初五会来到，咱会针对七十四岁、七十三岁的这个长辈来做开打。那目前呢，咱这两个年纪的这个长辈已经伫咧造册中哈，啊，未来嘛透过咱的这个啊，你办公室去通知大家，啊，大家都哈，都单通知啊都好，啊，你唔免烦恼，唔免去问嘛，唔免去扣钟哦，时间到，家己通知你来做都会使啊哈。在这边啊，走，加油！